我先点个外送嘛，没有抖内他要叫什么外送啊？还没赚到今天的午餐钱呢。有没有人考虑抖内一下520啊？爱我一下，拜托，拜托哥哥嘛！我们最后一场就用快乐风男来快乐一下吧。A lot of people want me dead. They call it justice. I'm the only one who knows the truth.快乐的风男，妈的，你再不远离我！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我刚刚本来想说他再不远离我，他就要死了，怎么结果是我跟辅助一起死？不是，我们总是要放松一下的嘛，再不疯狂就等死。哇，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团战型玩家，虽然我牙术对线比较烂，但你们等一下看团战，他妈我团战猛的，知道吧？我团战精英级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还没打团，但你们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这是给对面一点希望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觉得我需要请那个台服高校界的过来上一下我，哦，不是上一下我啊，上就是上。不用解释了，呵呵。好像有点太快乐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是买账号的。那好，自己的积分自己拖没问题吧？刚刚的压力太大了，我们这场放松一下。但我是不是有点丑？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丑。是有点嘛，感觉是很丑。妈呀！啊，对面有猫，我们有狗。嗯。有点远啊，哥。三只一。看我是不是真的只有打 AD 的木了？看你们不要叫我牙膏好不好？我很努力耶，怎么的牙膏输你？哦，跟你们讲，还没有团战，团战见真章，是不是啊？看我现在就挺有用的、啊。专业快乐风男，快乐拆塔，我猜猜猜，洋葱切切切。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不要拿牙刷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自己玩到自己都想笑。妈的！哦，我的队友说我家死人了，是不是？You are dead. 不是，感觉要死。
可怜呢。演员多少钱一个？有没有知道的？啊，哎，平常都是我在哭，他们现在哭一下会怎样？别说钻二，黄金二都不会。他说我的牙术啊，我的操作，金牌都不会这样子玩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!谁知道他们划过去多一只哦，吓我一跳！他的手可以穿过我的啪啪！你看我团战这么强，我帮他们牵制住了对面的后台，多么伟大的功劳啊！什么快乐风女宫三小，你看他们嘴我还蛮好笑的。哎，你们第一次看到我输成这样还这么开心的吧？你们就知道我今天打钻二 BO 的最后一场压力有多大。如果我觉得我有点穷逼呀，哪可以穷成这样？敢嘴就疯狂，动静的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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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。敢嘴就疯狂，动爽爽。哎呀！啊，又要啊啊啊！哦吼！哦吼！什么老鼠逆转凯撒？凯瑞别捡，这才是正片。不是我捡这个能看是不是？我们就是要看精彩操作啊！像那种输压的操作就不要看了吧。好哦，哎，各位等等我，我来了。是不是我把他们牵制住了才能打赢这场会战？我的那个 Q 啊，关你屁事。是我居然连刚刚那个残血都砍不死，我的刀是怎样？我的刀豆腐做的是不是？好好打啊。对哦，我猜得很辛苦的，撑着点啊。不要叫我躺好，你们一直叫我躺好是想干我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打得这么辛苦，你们一直叫我躺，说啥呢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是哦，他放弃治疗啦。你他妈的，这堕胎王为什么要追着我跑？哎呀，你到底为什么？我很认真在打 AD 的时候，我的上路没有这么 carry 呢？我在下路出的时候，我们的上路这么 carry， 我拖着拖着都有一点罪恶感了。
牺牲难买。当你认真搓的时候，队友特别的强；当你认真玩的时候，队友特别的搓。为什么我打着打着有这种感觉呢？心里有点酸酸的啊。那我会不会被检举到锁账号啊？打地打，撞到我记得给我 AD 啊！你给我牙术，你就输啦，下去。